来看到这中国对着台湾的报复行动，这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是来宣布讲，解放军要伫明仔载中昼十二点到八月七日中昼十二点，送上的整个有七十二点钟，要伫咱台湾的四个位啊，军内海域来进行海空实弹的军演。啊，透过这个图，咱会当看会到，这共军的实弹演训的范围，其实包括咱台湾的正北、东北。西北边加这高雄、屏东西南边加这恒春以南，加咱台湾东部外海，啊，一挂演习，其实这个范围已经入侵咱的领海，算作是亲门大户。那像这封锁咱台湾，有学者在比对，讲即个伫高雄、屏东啊、西南边演习的范围，比1996年这导弹危机时阵搁较挖近台湾。另外，要挖近这吉兰加这高雄外海有三个所在，其实嘛拢位于咱台湾这领海范围内底。啊，对着这军演会影响着咱国内民航时阵这作业安全，民航局甲企业署有呾赶紧开会来应变，出来要带乡亲。这回来了解这届中国军演的内容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，和北京正生气。共军马上宣布，八月七日到七日要在台湾四国联动来海域进行实弹演练。这举动形成封锁台湾三天。七三国发布影片，讲七日暗时，东部政府已经陆续在台湾周边展开系列联合军事行动。这次联合军事行动。是针对美和台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危险举动所采取的必要举措，逼迫这大军压境的形势非常的明显，而且我判断他会做导火射击，包含导弹跟火箭。美国政治学者鲍泰林也比较1996年台海危机，共军为出的演习时段射击区域，甲测试被进行的六个演训范围，发现附近高雄外海面积明显扩大，整体也正做台湾东西南北四面包围的态势。72小时的这种准封锁演练，哦，来打击台湾的这个就是包括古会市。那也包括就是展现他必要的时候可能就要进行这样的封锁。专家进一步分析，中共军演的军事目的确实主要是在倡导展现准封锁实力。北京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也强调，佩洛西访问台湾并不侵犯中国主权，或者是抵触美国长期的一中政策。北京无理由就这机会引起危机加事端。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seek and does not want a crisis.We are prepared to manage what Beijing chooses to do. 科比阁表示，美国会继续伫印太海域甲空域执行政府，也继续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开放印太区域，阁寻求甲北京保持畅通的沟通管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